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最近四款牛年限定皮肤已经曝光，虽然和前两年比少了一款限定皮肤，但是要花的点券可是一点都没少。今天伟哥就给大家算算买四款牛年限定皮肤需要花多少点券吧。首先，公孙离的奇雪灵柱这款皮肤首周是1430点券，错过活动的话，那么就需要花1788点券了。阿狸虽美呀，但价格也贵呀。然后就是诸葛亮的时雨天丝。这款皮肤和公孙离的皮肤一样，首周是1430点券，错过首周，那么就需要1788点券了。再来就是牛魔的奔雷神使，这款皮肤首周是710点券，错过首周，那么就需要880点券了。接着是吕布的御风骁将，这款皮肤和牛魔的价格是一样的，首周是710点券，正常之后就是880点券了。那么我们先来算算这四款皮肤首周的价格，1430加1430再加710再加710等于4280点券，这就是首周的价格。我们来算算错过首周需要花的点券，1788加上1788再加上888再加一个888等于5352点券，和首周相差了1072点券，也就是100多块吧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消费还是挺多的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会一口气全部入手四款牛年限定皮肤吗？